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呢，我们带来的是拉兹的一个解说。那在这一次改版当中呢，拉兹呢改了他的二技哦。他的二技呢，原本的这个被动呢效果是可以造成缓速的，那缓速时间呢是长达两秒钟。但是在这一次的改版当中呢，他的二技呢等级最高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缓速 90% 哦。但是呢只有这个一秒的时间哦。但是呢其实尝试起来我个人认为呢算是一个 buff 哦，因为基本上呢一秒的时间呢让他这个降魔防已经够打出一整套了，而且 90% 几乎就是一个晕眩技的感觉了。好，那这一场比赛呢我是跟这个布布恰恰一起来 play 哦。那中路的话呢这波兵线清完之后我们就赶快往下路去。哇，这边美娜一个勾，我先一个上勾拳把他打起来哦。那这边对方的骑士也到了，稍微拉开一个位置。那这边的话呢本来是想要再上去打的，但是发现对方的人呢好像有点凶啊。那对方有点凶呢，我们呢就稍微的退一下。不要硬碰硬啊，两颗石头撞在一起呢不是你死就是我碎啊，对吧。那这边可以看到对方的菲尼克一个翻滚来到中路。那他这边技能已经用掉了之后呢想要对我使出大招，我在一个扭啊是完完全全的无损了。那这只菲尼克基本上呢就是 GG 斯密达。那我这边哇不要、哦、没错，好，正如各位所说的啊，不是正如各位所想的呢，我就是直接的嗝屁了。那现在这一版本菲尼克呢还是比较强势啊，因为他还没有被改弱。那在下一版本呢，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下一次下 S5 赛季开始的时候，他就会正式的被改弱了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。那这边可以看到对方菲尼克想吃魔龙，我这个波动拳是打在魔龙身上，不过呢我们的人都直接上了，我现在远处呢做一个 poke 抓准时机 OK， 就一个上勾拳再加上一个爆裂拳把对方的技给拉回来。那可以看到熊猫过来了，我就直接往下靠，这边还看到了对方的希尔，那这个波龙拳是打空了，我得赶快的逃命了。这边呢先用一个二技拉开距离，好，那成功的回到我们的防御塔，可爱的防御塔底下呢，哇，刚刚那一波真的是对方的这个即刻救援真的是救得非常非常及时啊，连地表的最强老爸呢可能都要向他们敬畏三分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这次鞋子呢本来是想要出这个暴力一点的魔攻鞋，不过顾虑到对方这一次物攻角色呢比较多，而且对方有两只射手，所以呢我选择就是干脆出物防鞋。那这边看到我们的人呢被欺负啊，那看到我们队友有菲尼克印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靠近好不好，他呢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啊，你靠过去呢你的血量可是也会跟着撸掉很多的。这边一个经典的套路，这就是套路好不好，直接把对方的骑士拉回来了。那他拉回来当下呢，我最后一个波动拳打在身上，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已经放弃治疗，他直接站在那边不动啊，直接让我就一拳的再把他打死了。那这边这个景非常非常幸运，看来是有练过，直接缴出一个闪现，不过这个小胖子可能就好，也是很幸运啊，他居然不走，那我当然是直接过来硬上了。原本以为他可以幸运的逃掉，不过呢他呢决定是要跟这个幸运女神啊分道扬镳啊，而不想要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啊。那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落单的景，一个波龙拳应该是成功的打倒，再一个经典的 combo 一套呢是直接灌死了对方的技能。
啊，对方的警呢可能会觉得我有莫名其妙啊，我根本就只是想要回家吃个晚饭啊，他居然被拉兹给抓到了。哦，这边双涡轮直接开启哦，哦，每个都是什么东西都是要两个比较帅啊，对吧？涡轮一个帅，两个更帅啊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呢在中路这边稍微的把兵线给整理一下。那我们有两只射手啊，射手，所以这个推塔速度也是一等一的快哦。好，这边看到熊猫呢，可以看到它在左上，所以我们就往右下偏了，因为我们算是比较脆皮的角色。那熊猫呢，耐不住性子，果然出来了。虽然说这上勾拳空掉了，不过我的暴力拳呢也是相当的扎实啊，直接的灌在熊猫的脸上哦，直接把它灌回去四川卖竹子啊。那这边呢，稍微用一进二级探一下草丛，这边看到对方的这个红 buff 被拉走了，可见应该是有人在那边吃啊。啊，不过呢，红 buff 呢，这个不甘愿被吃哦，又回来了。我们就在这里蹲啊，果然蹲到一只可爱的菲尼克，一个波动拳那是没打到。不过呢，这边再一个，没错啊，就是死掉了。这种死掉的画面呢，这种负面的能量我们还是比较常看到，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死掉呢，我们就直接跳过啊，当作没发生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因为这个难得无战事啊，我们就稍微的把兵线呢都给整理一下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一直想要一直把手机拉出去这个界面，是因为我的这手机呢已经有点爬带了，已经有点阿基阿基了。玩一玩呢，那个帧率会掉很多，然后会导致它的这个频率往下，就是会卡卡的，这样那会战的更是了不得啊。那直接呢，这个帧率开到60，其实我用这只手机到现在，我并没有看过它的帧率到达60过，顶多就是像我刚刚那种整理一下画面。如果你的手机卡卡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，你可以先就直接按那个 home 键，然后到桌面再跳一次回来，那此时呢，你的手机呢可能就会比较顺一时哦，好不好？顺一时而不是顺一世啊。那这边一个遥远的祝福带掉对方的妻儿，这边再一个波动拳打到对方的这个可怜的这个小狐狸啊，成功的又把它带掉了。那我个人呢，现在呢已经换了另一只手机哦，是 UCHTC 的 U11 哦。那毕竟这个玩起来呢的确是帧率是不太会掉的，但是因为它比我之前的手机好大，所以我现在还要再重新习惯一下。因为我有时候使用位移键的时候走一走，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好不好？那就是因为这个荧幕比较大，所以我再重新适应一下它的那个技能啊，还有攻击键的一些位置哦。因为我现在遇到困扰就是常常的这个技能打一打呢，然后就点兵推塔点一点呢，然后就突然去打英雄了，因为那个技能的键已经跟以前熟悉的位置不一样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顺利的推掉对方的这个高地塔，那打的对方是措手不及，哇，还想杀出来想杀我们的人哦，再一个波动拳，直接嗝屁。啊，这边的话呢，蛮不小心的哦，本来是其实直接退掉就可以了，就是不用跟他们啰嗦啊，他们想找你这个玩翻花绳啊，踢足球啊打棒球啊都不用，应该直接拉掉就 OK 哦。那刚刚是自己这个调皮了，想要再多留下来这样。啊，所以呢，成功的被带走。那这边呢，你看一看啊，又拉出去了，因为没办法，真的很卡。那不过这手机还是用 S7 在玩的啦，所以要 UC 的影片呢，可能还要再稍等一阵子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对方是躲在左上方的那些小草里啊，好不好？那他们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他躲在哪，其实我们这边呢是怎么样，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啊，他躲在哪我们都知道。这个美娜开启大招，我先用一个波动拳再持出一次爆裂拳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再拉开距离，这一只熊猫想要找我们的人的麻烦，我们就送他一个空招波动拳哦。那可以看到这时候呢，此时对方的菲尼克已经来到我们上路，想要偷拆啊。那他们表示说现在只有两个人守塔，基本上呢赶快的直接的我们就是硬上哦。虽然说没有坦克，不过我们有双射手阵容啊。这边瞄准了一个井呢，稍微的再用一次牺牲打，我可能会嗝屁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这个塔头还没爆啊，交了一个闪现先拉开距离，不过最后呢防御塔呢还是直接的一个蹦下卡拉卡，成功的落入我们的手中啊。这场比赛呢菲尼克是 MVP 哦。
好的，那今天这场影片呢，就是到此为止啊。那其实我觉得改版后的拉兹，大概其实如果注意看的话，他的二技到了满等的时候，真的很缓哦。那你说要带一套，甚至给队友一个更多的输出空间，基本上是完完全全都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在这一次的版本当中，是略微的一个 buff。那不知道各位呢是怎么看的、哦、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？Everybody 一起讨论。好了，那我是陈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